你好，金喜妹，我有几个问题想要先了解一下。案发当晚，你去到死者家里面，是否做好了要杀他的打算？是。为了2000块钱就杀人，太不值了吧？忍不了了。被捕时，你身上有很多的伤，上衣被撕开了。 那他撕你衣服是想强奸你吗？哼！你笑什么？到客人家上门服务，强奸，谁信呢？没人在乎这点破事。无论他那晚遭遇了什么，这就是故意杀人。看什么看？有爹生没爹养的杂种。 强奸我！法律定义强奸，只要违背妇女的意愿，那就算。我愿意跟他在一起，我愿意。我不需要律师，我也不需要你们来帮我。